听着我喜唱，今天我先唱一段《红楼梦》黄熙凤的出场。昨日楼台戏鹊招，怎么林姑娘来了？怎么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吗？啊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是了，来是了。昨日楼台戏鹊招，今朝定是归客到。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哪想过老祖宗细心的外甥女，分明是玉天仙里了凤来到。妹妹，是请你来到这里呀。想当初分家寄居在花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。你要却要永不再认同，社会却告诉我少子，娘令姑娘带来的人，歇歇去吧。今天呢，我想包饺子，然后冰箱里有点韭菜，韭菜饺子，但是饺子我是不是很会包？拌的料挺喜欢的，我自己拌的料。非常喜欢吃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去包饺子了。特别喜欢唱这句。交出去喽！前几天买的韭菜，
自己包饺子吃。